内政部实价登录上路之后呢，房仲公司官网也将实价登录查询列为标准配备。房仲业者表示，房价资讯的透明化之后，透过房仲网路而成交的客户呢，与实体门市相比，成交天数缩短了一半，实价登录功能的浏览量增加了4倍，有利业务端撮合交易。而由于减少买卖和仲介人员三方的摸索时间，业务人员可以面对更多对房价准备充分的消费者，而这也有利房市交易。